当年总督天河掌管八万水兵大众，这是个阴兵鬼卒也敢拦路。若不是靠我神庙变化，你今日准交代在这儿了。给叔叔磕个响头，不过分吧？哼，吃过一回亏，再无第二回。 这等撒煞岛虚之徒不足为惧，我先过去探个实信，你小子速速跟上。